大家好，我是查米，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去逛皇家博物馆。5点钟他们就已经开始，就是不用检票就可以进来了，一直到8点半。他是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一，就在下午5点半到8点半服务。所以说我们现在进去看吧。待会儿就是我是直接就去，因为有直播嘛，所以说我直接就去亚洲馆的这个中国时期的这个中国古董的这个展览，大家跟我一起看吧。刚好有灯光的反光，大家可以看这个釉面，就在灯光的不同的表现下的这个釉面，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白点看一下画的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好学习的。你看它点缀这个松枝，就树叶的，你看它也是这样一团一团的渲染上去。
己过来看呢，就是对颜色的感觉会好一些，对它的这个色彩的层次感觉会好一些。我来到了这个瓶子白鹿珍的这个另外一个展面，大家看一下，就是在这个展面上面，我主要是看这种，因为有桃嘛，这个桃，大家可以跟着它这上面的关的这个白光点，看它这个桃啊，看到了吗？不同的色彩。这个桃的形状跟这些鹿工整啊与否，我觉得在这个细节上面是很能体现出它这个精神。它就是官窑款的，因为带底款。大家看到了这个鹿吗？它身上有白，这个桃在它前面，这种对比啊，也能很难看出一些东西。三个看它整体的布，我让这个光线侧光打过来，利用这个侧光去看一下，看见了吗？它身上渲染出来的这些。一根一根的，其实这些手工的东西啊，现在可能这些都偷不到懒的。在这里没有人会打扰你，这是最好的，不会挤过来旁边看你的地方。看到吗？你看到了吗？它都是一笔一笔画出去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你看一下它，它都是渲染上去，一笔一笔画出去的。白色就很看得清楚，你看这些鹿，啪
拍摄的地方是拍摄不到的，只能很模糊的看到，一个很工人很轻质款，是吧？但是在介绍上面会写出来。看见了吗？你看现在这个光线打上去，你看，看见了吗？它有就跟指纹一样的，有的指纹纹一样的，它其实就是它一笔一笔画上去的。看到了这个白的吗？最上面这个白鹭吗？是不是？下面的也一样的，大家看一下，红的也是一样的，这样画上去。所以说。